你在游戏中喜欢亮狗牌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拳头公司的高级动画师胡林玉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制作狗牌动画的经历。狗牌记忆成就徽章是英雄联盟在2015年上线的英雄成就系统，会根据玩家们精通的英雄点数而解锁四个不同级别的徽章，而我当时接到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徽章制作游戏里的动画。虽然模型的复杂度不同，但这些徽章都是由身体和翅膀两部分组成的，所以我的整体设计思路是以身体各部件的拆分与拼接为动画主体，缩短预备与缓冲时间，加入 overshoot 强化徽章的金属感，同时运用整体的缩放来表现形变，并搓开各部件的动作来避免僵硬感，最后则以展翅动作来收尾，让徽章在这里有华丽亮相的感觉。就这样，以这个思路，四个级别的狗牌动画就设计完成了。下期视频我会介绍另一些我制作过的游戏中小物件动画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呢？喜欢小伙伴帮忙点赞和关注，谢谢大家。